作为帝国的军人，大日本帝国的勇士，被几个女流之辈追着逃，这是莫大的耻辱。上次的，上！ 好多牛肉罐头，还有好几百杆快枪，好几十箱弹药呢。<笑>这下我们发财了！太好了，这要是蒜头兄弟看到，一定乐坏了。嗯，走，把东西藏起来吧。好嘞，哎，不用不用，啊，都上车吧。啊，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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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住！来来来，走，来来来，给我。干什么？你会开车吗？不会啊。不会，你瞎凑什么热闹？从那边上。 真有意思啊，小李子，你会是这个家伙吗？我会的本事可多了，只是你还不知道而已。厉害呀，这老娘还是头一回坐这种车呢。是吗？挺新鲜的，走吧走吧，走。行，山路颠。
坐稳了啊。哎，哎，都坐好了，咱们出发了。小心点啊。哎，动了动了。哎，马大当家，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小鬼子援军马上就要来了，这样就收吧。二哥、三哥来了，兄弟们，走着，走。哎，小李子，看看那边，开快点，开快点。咱们帮他们一起打小鬼子，看样子小鬼子援兵还没到，我们人少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必须尽快结束战斗。是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二弟、三弟，你们来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小鬼子援兵马上就到了，咱们赶紧撤吧。许春兄弟，马大当家的，这仗打得太漂亮了，你们各位辛苦了。许春，你们也得手了吧？那当然了。哎，瞧瞧这车上全是好家伙。司令，鬼子都在半里开外了。哦，这小鬼子援兵快到了，咱们得赶紧撤了。好，撤吧。马大当家，请。我们要回寨子了。哎，马大当家的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这仗打得大快人心。你要不考虑考虑跟我们一伙儿，咱们一起打鬼子。我们是跟小鬼子有仇，可是跟你们游击队也不是一路的。姐妹们，走。哎，哎，这枪支弹药不要了。哎，行了，小鬼子马上就到了，大家赶紧撤吧。王俊，你开车。好。行。好，走，走，走。啦个哩个啦个啦，哈哈哈哈哈！妈呀，这小钢炮，姐，这下我们赚大发了，这么多家伙！你这点出息，不去当老财主还真可惜了。是不是也应该分给我们一些啊？哎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反正都是用来打鬼子的。许春兄弟，你做主吧。本来就是一家人，我的呀就是你们的。既然兄弟们想选几样，那就随便拿吧。那就趁手的，选家嘛。嗯，大哥，这些武器够咱招好几百的弟兄了。哎，铁龙兄弟，那个马燕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啊，整天板着张脸，这冷得跟冰似的。啊，皇帝的女儿啊？我这也是听说啊，她是个寡妇，男人被小鬼子杀死了。他就上了五指山，当了土匪，还成立了一个叫黑寡妇抗日敢死队，手底下全是一批跟小鬼子有仇的女人们，专门打小鬼子。哎，这女人呢，本来应该远离战争的，可是被这世道逼的，连女人都扛枪打仗。哎，这女人怎么了？这花木兰还率领千军万马呢。我看这个马燕啊，比那孙二娘还厉害呢，这帮人马我要定了。哎，我劝你还是算了，他们向来独来独往，谁的账都不管。你就别热脸贴他冷屁股了。是吗？可是这个马燕跟我倒有几分相似，我爹也是被小鬼子打死的，跟小鬼子都有仇，我们都想打鬼子，同命相连的人是一定会走到一起的。嗯，马燕要是加入我们，我们的队伍就更加强大了。嗯。哎，铁龙兄弟，咱们这一仗打的可是大快人心呐。
我上次跟你说合伙的事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啊？这个，哎，喜石兄弟，以后游击队需要我们，尽管吱声。铁龙兄弟，我们可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咱们一起打鬼子，一起喝酒吃肉，这多好啊！铁龙大当家的，现在我们游击队啊，人手吃紧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看你能不能暂时留下来帮助我们？等我们自己兵强马壮的时候，到时候你再回你的黑龙山，继续过你的逍遥日子，啊！帮你们？帮你们能给多少大洋啊？哎，行，那我铁龙就恭敬不如从命，留下来陪你们打鬼子。哎，不过等游击队养肥了，我可要回山上去了。行行行，那太好了，我就知道铁龙兄弟最仗义了，有你们这两位兄弟啊，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看你看，还不好意思了啊。